令你心理变态，点去理解？知音到个社会越变越坏，学生越变越怪，喺班房边嗨边将毒品贩卖，但正所谓有价无类，偏偏有败类当学生系泄欲工具。干佢嘅身材系身材工具，每当佢想抗拒，黑帮点会放佢？睇中你无知，贪慕虚荣，成长喺单亲家庭，氹两氹俾啲甜头，你就乜都应承。出卖肉体，为咗条仔，吸食毒品，搞到人似人鬼唔似鬼。啲靓仔连群结党，以为好威，搵个大佬跟，咁先算系巴闭。其实你中计，佢贪你仲细，走私贩毒掩人面目，你做咗佢嘅奴隶。杀人放火作奸犯科，唔觉有问题。奸人努力出卖兄弟，佢乜都做齐。若然未报，事实。未到，当你有犯罪企图，就注定系一条死路。罪恶之城，黑白太唔分明，系上帝光明，定系魔鬼嘅心声？你即管继续至今堕落，埋没人性，到最后审判之日，你嘅一切一定无所遁形。点解？点理解？纯粹的心原来似电坏，世界已变晒，越变越快，变态越变越怪，深渊都是罪。始终你的变通跌进漩涡变通，让我没法受控。色魔化身网络情人，近年不断发生。佢用罪成狠嘢口吻氹受害人现身，为满足一己私欲，佢用毒切个局，将你捉去肆意凌辱，手法极度残酷。但罪防不胜防，并唔系色魔，可能系你身边最亲最信任嗰、那个。每一次被侵犯，你都谂住叫唔好，佢粗鲁粗暴揞住你把口，令你叫唔到。成魔之路，限人止步，我唔想知道。为钱为爱情可以变得咁残酷，残暴虐待杀害。每日都有发生，究竟呢个乜嘢世代令人愤慨？太无奈，唔想再见到无辜嘅人再受害。